我就當然習慣啦，因為上年都已經開始自己出歌嘅。咁阿 Fred 就真係啱啱加入呢個獨立歌手嘅聯盟。咁但係都希望佢可以，即係今日見到有咁多唱片公司都入到嚟 TVB， 都希望可以佢快啲揾到間好嘅唱片公司啦。嗯我都希望係啦。係啦，咁今日誒嚟到呢、這個其實記招，我睇到同埋感受到大家都好開心，同埋好好興奮嘅。所以見到有樂壇可以百花齊放，真係係非常之好。Sam， 你使唔使分享定啲資訊俾阿 Fred 啊？我都其實佢一路都好即係好知道我做獨立歌手嘅一點一滴嘅。咁但係我相信佢可能唔需要咧，可能佢有人幫佢咧，唔使我幫佢搞咧。因為如果我相信如果佢係獨立歌手咧。最尾都是我搞啲嘅，所以我希望有其他人可以幫到佢。因為而家錄 cover 啊嗰啲都係佢做engine 啊，佢做take 我 vocal 啊，或者去 tune 啊、editing 啊，所有都係佢做嘅。所以如果我做獨立歌手，真係辛苦曬佢。你包埋監製啦。係啊，係啊。係啊，所以冇啦，你揾其他人幫你啦。嗰啲叫咩啊？相見好同住難。咁我希望做嘢方面咧，即係都。分開少少啦。